你好，路上怕堵车，所以骑自行车来的。你是刘阿姨介绍的？是的，是的。你好。对了，我今天闺蜜生日，我得进去给她买个礼物，要不我们边走边聊。我今年26岁，我的工作呢，平时就是抄抄水电表。啊，抄表员啊？哎。这个吧。美女，你的眼光真好，这款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手表了。不用在这里买，你看这个布加迪手表，以超跑为元素，高大上，骑士感，镂空的设计都有超级的质感。现在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购买，现在买比平常买还便宜不少呢，而且有真品鉴定。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买了，请问是现金还是刷卡？哦，刷卡。谢谢。就送到这儿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哎，你不是说让我一起来参加的吗？哦，我给忘了。那你能不能先把这门给打开呀？你要是自己能进来，那你就来吧。哎，这。这个你昨天忘拿了。这是你男朋友吗？哇，他好有钱哎。是啊，还开奔驰呢。今天不堵车啊？那等会儿我们去哪儿啊？哎，你要是自己能打开，你就进来吧。昨天是我的错，我想我们可以再重新了解一下。不用了，我先走了。